鬼刺联盟从来不会围困一个目标超过三天，为何是大将军？只要是对国家有利，就算我去死，那又何妨呢？丢掉武器的刺客，只有死亡方能赎罪。我早已经不是刺客了。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你看到的样子。你还是没有做到该尽的责任。你怎么会有大将军的老实弯刀？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声。刺客当以刺客的身份去出声，没有什么宿命。